朋友们，这节课咱们来学习学字头的写法。下面来写一下学字头。学字头，学字头啊，和宝字个儿啊，只是下面多了这个一撇一点儿。上面写法还是啊，这点是竖点啊，竖点，这一点是一个浊点，这横钩啊稍微有点弧度啊，这钩的钩呢不要勾得太长啊，这撇一点啊，这一点啊和这撇这点这。最后这点的点的位置啊，稍微比这个撇高一点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字啊，它倾斜的，因为靠前的啊，因为这个宝盖啊，或者是学字头啊，它都是稍微往右上靠前的。下面我再写一下这啊，重新再写一下。学字头啊，下面我来写几个带有学字头的字。究啊，究竟的究。窝啊，窝棚，鸟窝。空啊，空间的空。窍啊，开窍的窍。好了，朋友们啊，这节课啊，学字头啊，就讲到这里，咱们下节课再见。